为什么玛丽学院的社团跟想象中的都不太一样？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社团的。看那边。什么情况？两位学妹，我是舞蹈社社长，看你们一直在附近走动，是在寻找心仪的社团吧？要不要考虑加入我们舞蹈社？学姐是舞蹈社的吗？虽然刚才你们的舞蹈真的很棒，但是我们想找一个和美妆有关系的社团。小学妹，舞蹈社才是美妆的集大成者，我们不仅要考虑形体，还要研究舞台妆容以及发型和服装在聚光灯下的呈现效果，还有舞姿韵律的搭配。加入舞蹈社，你们不会后悔的。舞蹈社这么好，怎么会主动招揽我们呀？你们不用这样小心戒备，社团人数体现综合实力，每到社团招新季，所有社长都会放低姿态，主动拉拢像你们这样有潜力的新人，这样才能换来学校更多的资源，从不例外。这样吧，正好今天下午有一场比拼，正好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舞蹈社的实力。嗯。